驾鹤能伐铁半，你妈出喽，快天井了，等一下看会不会有特殊的开台画面。这一版的驾鹤不好看到，大部分都是蓝色主角的那一版，玄之界版本，人家说蓝色那一版会比较硬，比较难打，很难爆管、万美之类的。好，先把自动弄掉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应该等一下会有特殊的讯号出来。488转，看会不会天井没开。张叫店家补偿，天井不开。换场景490，应该要怪怪的事发生了哦。没意外要直接开牌了吗？快一点，特殊讯号出来。有了有了，讯号要出来了，准备开牌。好棋出现，连续讯号。两个而已。两个没东西，有了有了，来了来了，准备开牌了，496了啦，马达马达，497，马达马达，498，等一下直接金色确定开牌，499，直接金色了有没有？这天井就是要这样开牌，啪！大声，刚好500转，灯开牌，他妈的，这感觉又是一个肉包的 feel， 肉包的 feel， 旋下旋之界就知道了，千人斩，打二没 feel， 千人斩，准备肉包结束。西瓜，西瓜来一下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直接女主角出来抓起，亏大了，亏大了，喷五张了，这个看起来就没 feel 啊。西瓜，西瓜就有 feel， 西瓜，但又樱桃强一，三颗樱桃。好了，不要太期待，这个正常是不会开的。等一下，希望可以再短开，不要再天井。哇，就吃力了。绕赛，两个强音没必用，没有叫我抓棋，蓝字也没必用。好了，又是无聊的开始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太神奇了，108转直接开牌，看能不能进 RT 一下。第一转就这样，这个很难看到，看是不是又漏包红中，让我进个 RT 呀，喷五张了，兄弟，来个冻结压压惊啊！半模式，真铜树都很难打到，怎么抽那么久？落音难得那么久，怎样？狮子啊？狮子出来了，决定我要选那个了，天扇，看他会不会笑一下。天扇笑一下哦，西瓜出来就有机会，多一点西瓜。这个看起来是没局啊。
来一个像是，哇，这个应该是不会叫了。看这个状况，都是青菜，又是青菜，没有没有，结束了，又是无聊的开始。希望等一下继续短开啊，不要太惨。结束，终了。甲贺人法铁棒119转吐入这里，谭正巫夫，感觉是有 feel 啊，有 feel 打架开牌，才说有 feel 也马上按掉，按掉，哎呀，被骗了，因为刚才拖了很久都没打架。然后又种一些小意樱桃啊同中，想说应该会打架，竟然没有，那真的要弃台了，挑战别台啊。小意啊，小意矛盾又没有中小意，骗人，一样没东西。开了开了，小意矛盾吗？对啊，想说奇怪，那种讯号怪怪的。虎哥来了，他妈的一直漏包，我跟抹茶都倒了，没抓到。看一下几人，他妈有1000人哦，先好嘞，已经打6张了，抹茶也打5张了。是花哥打3张，一来就偏紧，打花。高设定都是骗人的，打不出来有什么高设定？打很多台都没 feel。这个一看又是没 feel 的，又是准备结束了。拍不到什么特殊画面啊，影片很难拍啊，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支持，留言经验分享，好好聊天，不要在那边讲一些五四三，有本事你来拍拍看，看你多猛多厉害。96，再来再来，多一点多一点，哇，68人没 feel， 除非等一下有红字出现，还是叫我按不许键，蓝字这个应该不会过啊，不许键没出来，又是无聊的开始，好了，继续自生自灭。现在我们的甲贺人法铁棒又快填紧了，前面也是一只填紧了，都没进 RT 啊，这个应该有机会开，再来一碗，小意出现，然后超回答，直接开嘞，傻眼，是在哈喽啊，不是超回答。成功，看能不能进去 RT 家，咬超多的，目前是第4只开牌，等于快2只天紧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继续选个千人斩。玄之界千人斩，每次都他妈的千人斩。这个一看又没 feel 了，只能期待下一支牌短开，不会那么衰吧？开10支牌。
才会进去答题。四四九，速速点。好了好了，结束了结束了，超没 feel， 又是无聊的开始。本来要放掉了，都是蓝色的。结束。好了，继续无聊，继续摇。加贺人法铁棒53转，感觉是有 feel 要开。三个好机出现，还有吗？再一次三个好机，短开，确定了，确定，彩虹确定，赶快让我进去 RT 啊！聊那么多了。来个 RT 肉包也可以接受啦。目前是第五支开盘，都没有同色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哎呦，没抓到，是在哈喽。选个女主角看看，看最后有没有什么期待度。哦，西瓜有 feel 哦。难道这一次会进 RT？ 再来再来，多一点小意。最后，我们的玄之介会不会出现？再一次西瓜，再一次西瓜，西瓜！哎，有 feel， 有 feel， 应该开了吧？玄之介给我出来哦！他妈的，渣男出来！渣男出来了，有没有中两次西瓜？还没有 ，RT 我就不信。确定，心好累，终于 RT 了，看能不能补个几百元。哎，有西瓜，直接再抽开牌吗？还有还有还有，再来再来，不要停，变开牌，彩虹开牌，七，干没有，没了没了。结束，这台真的好难赢啊！没有高色的话，几乎都是很难进 RT， 然后漏包的那一种。但是又很爱玩，就是为了听他的歌。听这首歌很贵，哎，过了哦，单数。三对三，期待度很高。再来个珠子吗？哦，绿珠绿珠，西瓜种起来。黄昏，要种个西瓜比较有安心的感觉。加油，西瓜快出来，快危险。
快点来个呛死啊！西瓜出来下，还不要打，不要打！第二次讲话啊，刷塞了，没 feel。不会，这次这样这边才给我西瓜干垃圾，刚才不西瓜。有时候在这里面你种一些小也没用。马达马达应该是过了啦，还是马达马达，马达马达，复活，复活，杀爆他。胜利！哎，还开牌咧，太猛了，杰克！不错不错，有开牌就是好事，有机会抽库存唱歌。我要全部抓红色的，哎呀，没抓到，靠压力。有时候可以全部抓一样的颜色。不知道开牌这边是抓不抓得到，如果是通常开牌的那里面是可以抓一样的颜色，抽个库存，现在在等另外一个台友，等一下要去吃个晚餐。讯号，等一下看会急打几，199没。哦，又西瓜，突然一颗西瓜是在哈喽，在开牌，在开牌，还有机会吗？再转，再转，完美了，每次都给我玩这招，不开牌。希望等一下可以唱一下歌，这边没有唱歌不代表等一下打架不会唱歌，有时候就是打架那边开始唱的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六对六还可以接受，看还有没有珠子，有有有有珠子，这个樱桃很好种啊，来个樱桃压压惊，消失啊！西瓜不会吧？我要同中，我要樱桃啦！樱桃那么简单，樱桃增加胜率，快点快点！樱桃出来！给个樱桃啊，兄弟！又清斋，那么多清斋，还是清斋。没机会了吗？没机会樱桃了。哎，这个有机会樱桃，樱桃，看你妹的无眼，无眼侵占，血的
他怎么会砍他？第一刀先砍他、欸，第二次讲话来个三次，这个有机会，有机会。第三次讲话有机会过。白字危险。妈的妈的，二换我砍他，有 feel 有 feel。红字过一下，不要鸡巴哦。兄弟过一下，哦，好险过。太猛了，杰克！补一些回来，又是西瓜嘛？哦，啊、你现在才出来，刚才需要你的时候不出来哦。这是要开牌了吧？讯号连起来，马上凹掉。又清塞，吐血。七七七，没有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七七七，有没有七七七？开牌，又不是同色的。库存继续抽起来。有400多没了。今天总共打牌打了7张啊，心很累，都没拍到什么特别的。唱歌，唱歌，加四转，没唱歌，看等一下会不会唱歌。这个是打得很累啊。机装又开黑吧，听他们好像开3次黑吧，真是晕倒。内无彩金嘛，一直开黑吧。等一下看还有没有珠子。几对哦，3对3，可以可以。来个珠子，这是黄珠哎，有 feel 有 feel。好的，影片先拍到这边，等有特别的再来拍。